今天早9月28号星期三早上的8:40，我们现在在台北市孔庙这边啊，因为台风来临，市政府都够休假，所以说孔庙祭典延到下个月的28号，孔庙祭典延到这个礼拜，这个礼拜六哈，放假日这个礼拜六，孔庙在这边延到这边的祭典，啊，刚刚看到很多的韩国籍的游客，他们也来这边孔庙这边那个参加这个祭典大礼，但是呢，大概也都没办法进去，你看看，一大堆的韩国来的韩国人，很多，因为孔子是山东人，你看一大堆的人来这边，也准备来这边孔庙参加孔庙祭典，但是呢这些韩国人呢没办法进去，大家民众也都只有在外面在外面那个参观而已现在外面的天气呢下着毛毛的雨，也没什么雨那我们下个礼拜六带到现场来实况的转播，下个礼拜六孔庙祭典改到下个礼拜六这个，所以今天你们孔庙今天是不开的，孔庙今天不开没有开九的今天不开记者燕国龙在孔庙的报道。